来，你有待客人。抱歉，我们没有墨水。两个小鬼不嫌少，起来，鲜血洗面。我的手牌呢？冲拢了，冲拢了。架子上的东西多花了，刚不是叫苏有二一个人人吗？鲜血的气焰，请问能收拾一下吗？算算，两个手下听我的话了，大概的。两个小鬼不嫌少，不准告密。两个小鬼不嫌少，尽情破坏吧。血的契约，很多的骨头可以啃了。架子上的东西没朋友，多花点钱。请问能收拾一下吗？再一点点火焰又会怎样？再一点点火焰又会怎样？你必须都毁咗啦！哦。
我跟你没完没了。哦，你必须都围咗啦。还需要的只有爱心、耐心和死亡。抱歉，我们没有墨水。喝了，喝了，空干，你做咩啊？生命、成长、快乐与朋友，如庭上所见，我都有错认。喝了，喝了。你在拖什么？再一点点火焰又不会怎样。抱歉，我们没有墨水。喝了，喝了。